我希望新的内阁要反映上次九合一选举以及公投啊的结果所传达的民意啊，尤其是我们大家非常关心跟经济有关、跟能源有关、跟空污有关的能源政策啊。苏院长应该在最快的时间再把它整理一下。观塘的这个有早教问题的这个第三天然气接收站，是不是应该先停工啊？然后当时草率的这个环评是不是应该重做？